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建文呐，哈，来哈，连涨行情哦，啊，立挂爱同行，哈，立挂爱同行，来，我们先看一档股票，好，来，锁了一万张，哦，一万两千张，哈，一万两千张，伟全电，哦，伟全电，哈，这个才要做股票，哈，伟全电，我什么时候告诉各位，来，一样给各位印证，哈，一样给各位印证，来，伟全电，台湾 NFC 领导厂商，第一季 EPS 0.25，哈，整合 SOID 加密晶片到 NFC 模组里面，切入中国银联、中移动七大银行了，哈。我想这个股票了哈，我都提前告诉各位哈，这个是研究报告，好研究报告了哈。啊，做股票一定要从产业着手哈，为产业着手你才找到配股。咱跌股票市场哦，你也无想要飞哦，你也想要跌地上爬，那去存定存就好。到股票市场就是什么，就是要好好把握哈，好好把握。来，这个是很好的行情哦，哈，这个行情今天之后厉害吧哈。等一下我跟你分享一些哦，所谓内部的一个讯息了哈，不是内线哈，是内部的讯息。来。2436伟全电它的利基、哦、它的一个未来、哦、还有它未来成长性爆发在哪里都写得很清楚、哦、来那这个是2436的一个伟全电嘛、哦、今天早上我整理的时候、哦、今天早上我整理的时候、哦、是在 34.85 了、哦、涨了 4.81%、哦、涨了 4.81%、啊、刚好我来的时候直接收了、哦、直接收了、哦、收一万两千张、哦、说真的这个节目对我来讲真的蛮忙的、哦、蛮累的、哦、不过 我还是一样了、哦再忙，我还是要想办法跟你们分享我们的看法，哈。啊，这个行情到底要怎么看？因为我看到一些所谓的一个外资的一个什么一个相关的报告，都是看到一，好，都看到一的哈。那这个看到一其实不重要，哈，不重要，哈。一代表什么？一代表当然万点，哈。一没有任何意思，哈。他们就是看万点。可是我要告诉各位说，这个一只有一个意义，哈。做多哈，做多了哈，所以连涨行情你我同行哦。本来应该写万点行情你我同行，但是我们不能这样讲哦。主管机关说我们不能去预测高点啊。那所有的一个外资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报告都接近一哈，接近一了哈。来，那其实真的很要非常非常的用功，非常非常的努力，你怎样不？你怎样不？你怎样讲？当我们的一个伙伴越来越多的时候，当我们的伙伴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有更多的付出哈。啊，不能说啊，旧的伙伴赚，然后新的伙伴没有赚哈。那个，我说真的，也不好意思哈。这是当初我在跟各位讲，我全力做多的时候，我全力做多的时候，我给各位印证哈，我就给各位印证哈。我想这是高盛9800，瑞银9650，9650瑞银出来讲了，他说什么第三季有没有9650第三季哦，第三季，所以你马卖假搞，你知道吗？你马卖假搞，里昂9600，巴克莱9500，花旗啊，花旗就是那个。Peter 啊，古月涵10500哈，10500哈，这个都会往上调哈，这个都会往上调。目前我看到的都会往上调哦，都会往上调，所以就全力做多嘛，好，因为反转讯号还没有出现之前，卖假搞嘛哈。你有没有发觉到一点哈？现在是双向当冲啊，双向当冲，这个我慢慢我也会有相关的一个课程活动出来，我会教我们的一个什么，我们的伙伴们如何做双向当冲哈，这个我都会规划哈，我的规划都在里面哦，都在里面。连涨夏令营，好，连涨夏令营，这个夏天我不要让你白过，哦，这个夏天我要让你什么？让你好好的把握，好好的把握啊啊，金八级的行情，好，来，先前我跟各位讲阳城嘛，哈，阳城九根，深科六根，哎，深科最近震荡，你要把握买点哦。智冠三根，星象其实星象已经六根了了，哈，星象已经六根了，我整理一下，哈，我整理一下，其实星象哦，来，第二档超过50块的股票，什么叫做第二档超过50块的股票？这个月以来，哈，星象是整个喷出去，那整理到6月27号为止，51.5%，然后42.7%，是相当于六根涨停哦，一张5万1，10张51万，哦，10张50万，这是星象第二档，第一档是哪一档？第一档是阳城，哦，第一档是阳城，哦，来，这样给各位做印证，哦，给各位做印证，来，阳城从哪边？从第一档拉上的是51.4块，哈，51.4块，总共涨了65.39%，一张5万1，10张51万，哈，涨了130，压回100的时候，提醒各位要留意嘛，哈，提醒各位要留意，这个都有了，哈，都有哈，所以你就看到说，哎，原来人是安尼做，原来人是安尼做，原来人是安尼做，哈，原来人是安尼做嘛，哈，原来人是安尼做，这拢讲好好啊，哈，这讲好，所以我会有一连串的一个课程一样活动一样，我们会不断的一个展开了，哈，希望说，哎，我们利用这个行情不只要赚钱，我们要学会说我要怎么做，好，那当然在操作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常讲说，哎，有很多东西真的是没搞，你知道什么叫做没搞？看有的人都一直谈，啊，看无的都卖功劳吹暖啦，今嘛等卡等去我们也一堆啦，哈，等卡等去嘛一堆，来，那你有没有发觉到这个又创高了，哈，来，我们给各位看加权指数。加权指数过高哈，
啊，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告诉各位，压回来你要站在买方，有没有？这一段压回来的时候站在亚方啊，买方对不对？那是不是很多做空的人跟你讲完蛋要崩盘？我跟你讲国际股市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啊，我是不是告诉各位说，道理只有一个，市场上是对的。哦，市场上是对的。什么叫市场上是对的？既然是多头，就是多头架构，不要预设立场。啊，那个时我就讲啊，做空的遐白波两公，今麦阁往加去。所以我真的提醒各位，就是说，为什么我一直很低调、很低调，告诉我们的团队成员说，我们的伙伴说，跌股票几牛真的是钱在输赢。咱有在调的人，咱是用钱在帮家己赚钱，啊，别人无在调，伊是钱一直在输，你知道？我听到说那个店面已经输了四五间店面的投资人都有，那后来来找我，我只能想说我尽量的一个努力帮忙。好，来，那你有没有发觉到说这些个股上去之后，那当然是我们的代表作啊，一档股票一档股票上去之后，那当然有新的一个伙伴进来啊，新的伙伴进来，我就跟各位讲说我最近在做什么股票，我最近在做什么股票，我最近在做什么股票就很重要嘛，因为新的伙伴要看到新的股票。好，来，还有很多啦，我告诉各位我口袋名单还很多，可以一档一档拿出来。好，来，那当然不要买太多股票，那我们就一档一档来。维权店台湾 NFC 领导厂商，第一季 EPS 0.25， 整合 SOID 加密晶片到 NFC 模组里面，你会讲啊，这热热等，建文老师这热热等，这热热等，我知道了，我知道，所以我为什么告诉各位说，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在这个市场上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乱啊，看多的也有啊，看空的也有。那像我就跟各位讲，我是做多，我全力做多，一直到翻空的讯号出现之前，我全力做多。我不会预设立场。当我要空的时候，你反而要小心呐。那个时候可能是你们空方真正的到了一个临界点，该断头的该断头，该什么该把店面输光的输光了，那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空方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撑不到那个时候，那很可惜。可是当我要放空的时候，你一定要跟紧我的脚步。但是现在我们是做多啊，我们做多。那我们做多的方法是怎么样？我们做多的方法就是要把整个一个市场的一个什么相关的一个什么一个产业看清楚，好，产业看清楚了哈。来，这是所谓伟权店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什么一个研究报告了哈。那今天锁了12000张，哦，这个都告诉各位说，你没有买在这里，你就是要买在这里；你没有买在这里，你就是要买在这里。中国银联恐怖的地方在哪里？哦，没有人跟你讲中国银联恐怖的地方在哪里。中国银联恐怖的地方是说，它主要的合作的对象是中移动，哦，中移动。那中国银联恐怖的地方是七大银行，包含像中国银行，哦，中国银行，包含像所谓的一个什么，所谓的建行。那你想想看哦，中国大陆多少人？哦，中国大陆多少人？啊，咱台湾2300万人，中国大陆偌济人？中国大陆也讲，我要去用迄个所谓加密晶片，你知道那是多可怕的一件事吗？有没有？哦，所以这个就我告诉哥说你要注意嘛。但是你有没有发觉到股票什么？股票一定要把握布局的时间点，有不？这我拢会甲所有观众明，我不要你买多啊，我就跟各位讲，我不要你买多了嘛。我就一直在告诉各位讲说，所有的伙伴，当你们来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会用心的帮各位好好的规划。所有的伙伴来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想法，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好好的一个掌握这个机会了，有没有？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伟权店嘛，有没有？那我们来看伟权店哦，今天怎么样？今天锁了12000张，哦，锁了12000张了，哦，所以来我们来看 K 线，你就更清楚。这根长红是带量，哦，这根长这个叫技术分析的啦，哦，这个我想你有没有发觉很多线都是后来画出来的，技术分析在带量长红突破均线纠结直接过高，哦，直接过高了，哦，所以所有的伙伴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了，哦，我想这个夏天，哦，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夏天，那我们当然要好好加油，哦，那我们下个阶段回来我们来看看说有没有什么股票注意，那更重要什么？更重要的是把握这个机会，那跟我们报名参加我们的连长夏令营。马黛叶分解茶解油腻畅无比，爱之味马黛叶分解茶新上市。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也是门良心的事业。获得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专业的投顾，顾德投顾。我是莫拉德博士，我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生医奖，同时我也发现一氧化氮对人体健康的帮助。一氧化氮的相关研究在全世界超过13万份。
它可以说是人体健康的关键钥匙。如果你不认识一氧化氮，请你先认识我。请认明穆拉德博士的一氧化氮订购专线0800-300-205。诺贝尔说好，你用更好。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用心的投顾，固德投顾。征服时间，让我热血沸腾。在21世纪，我用跑百米的速度为客户服务。我很仔细，也很勤快，把房屋资料数位化送上云端，让客户轻松就能挑选，线上就能看屋。这个标志让人充满动力，更有效率。选择科技化的团队，让你更快成交。Century 21。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别失意，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挺你的投顾，固德投顾。改期害虫，下面登革热病媒蚊，新鳄鱼一体电蚊香，适用各种电蚊香器，新鳄鱼一体电蚊香，鳄鱼保护您。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也是门良心的事业。固德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专业的投顾，固德投顾。在科建学美语，就像在美国一样自然流利。我们都在科建美语。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好，来，哦，当然这部现场啦吼，来，大家斗阵加油，哦，大家斗阵加油，大家做伙成功吼，大家做伙成重点的成功吼，重点的成功啦，满招损，谦受益，哦，满招损，谦受益啦。所以我常讲说，我在跟你们分析的时候，我是有凭有据，我绝对不会跟你各位开玩笑哈，因为这个夏天你绝对要好好把，因为你听到太多人跟你讲说啊，外资去放假，我跟你讲，外资一点都没有放假啊，因为就我所看到的。人家跟你说去看卡球，因为世界杯怎么样，我跟各位讲，钱跟世界杯，钱跟世界，钱跟卡球什么比较重要？我告诉各位，钱比较重要，钱比较重要，所以你要什么？你要好好的运用，利用，运用什么？运用钱来帮你赚钱，那个比较重要。那当然，我们说全国所有的伙伴们，你们绝对是最棒，我们所有的伙伴们，你们绝对是最棒，因为你们是一档一档来，那当然我会继续努力的。那我常讲说，其实你有没有发觉到说，不管是旧的团队成员、新的团，你要兼顾，其实真的很难哦，真的很难。为什么？因为我的股票是从低档刚上来啊。你们有的新的团队成员，你们没有低档跟我们做啊，哦，你们是现在外靠在红心啊，你知道？顾德、王建文做了之后诶，哦，顾德哦，做这操作过程当中，你要做多，你都要找谁？哦，这外靠人在红心啊，哦，红心，咱就尽量啥，尽量讲默默努力。哦，一步一脚印的去找机会了。那重点是为什么外面会在这红箱？因为我股票不会多嘛，而且我是抛砖引玉嘛。我说这个连长夏令营，哦，连长夏，大家连集合场集合。哦，为什么说连集合场集合？因为都准备好，哦，准备好，不希望说你每天到股票市场罚站嘛。哦，那今天涨上去拉涨停创高的，哦，当然是什么？当然是这一档股票，伟全电，哦，伟全电，哦，伟全电。那伟全电这档股票锁了多少张？锁了12000张，锁了12000张，非常漂亮。那先前我们在规划的同时，你有没有发觉到，包含像所谓阳城，阳城哈，阳城其实还后来压回100，还有在规划。来，阳城涨了65.39%，我们一档一档来哦，股票不要多，一档一档来，65.39%涨了51.4块，一张50000，10张50000，所以这个就是产业，你只有透过产业。用心去经营，你才赚得到标股。九根涨停应该标股一个月的时间，应该算标股的了。我想这个都是能够体会到。再来，生科，生科最近你要注意，生科这档股票也是大概半个月的时间，
从75.5块拿到107，涨了31.5元，41.72%，41.72%相当于六根涨停嘛，吼，31.5块，一张30,000，10张31,000呐，吼，咱就好好啊去规划，好好啊来谈吼，来，然后呢，刚才我跟各位讲说新象在6月27号还创高，哈，172，第二档一个月超过50的股票，50块呢，哈。42.74%，51.5块，你有没有发觉一张5万，一十张51万，就是这样赚上来。其实星象真的很可惜，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很可惜？因为我一直告诉各位说，有很多股票就是压不下来。那你压不下来，我就很麻烦。你说阳城压得下来，100块那边我还能够规划。那但是星象就是压不下来，压不下来直接冲172，所以这个逻辑要送给所有电视机的观众们。我股票今天阿袂来。我股票今天阿伯，所以你爱涨，你爱把握时机，把握当下。你股票你阿伯来，讲较歹听，你看好你不知道怎么买啊。所以有的股票你要把握时机，把握当下。那新的团队成员也好，旧的伙伴也好，新的伙伴也好，对我来讲都是我的伙伴，都是建文的伙伴。那如果都是建文的伙伴，我要怎么做？我要找新的股票。都是建文的伙伴，我们要找新的股票。都是我们前线家族的伙伴，我们不能让你说哇空手而回嘛。哦，所以你有没有发觉到这个伟全店今天就锁了，而且什么？而且我们从 K 线来看，哦 ，K 线，因为眼见为凭嘛，哈，那个 K 线你就知道了，哈。既然是创短高，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所有在轿上的人都赚了，那市场帮我们抬轿，好，市场帮我们抬轿，哈。那还好，好还好，其实还有新的股票了，哈。那这阵子我跟各位讲的股票，包括像中磊，哦，中磊5388的中磊，从62块涨到788，哦，62涨到788了，哈，涨了16.8块，哦，这半个多月的时间涨了27.10%，全部都是从产业出发。啊，大家讲哇，你今嘛人咧讲智慧电网，人咧讲4G 设备，人咧讲鸿海要指定台阳5G， 所以标的很多啊。可是你不可能什么都买。你现在要做的是说有没有一个团队帮你做规划，然后让你好好把握这个夏天，哦，这个夏天。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甚至说为什么我要抛砖引玉？我知道这次输的人太多了，你知道吗？做股票有两种，好，一种是说我买的股票越买越破底，越买越破底，哦，越买越破底，你赚不到钱；一种是空股票，越空越被嘎，越空越被嘎，越空，那你也赚不到钱。所以你要把这两个操作的过程当中，你要把这个经验把它融合在一起，把它融合在一起。什么叫做把它融合在？我要找到的股票是，现在竟然是多头，我就卖鸡搞嘛。基本上多头那种卖鸡搞，但是有多有空，你被公子给用球哦，喔。如果我这样出去，我被笑啊。那个顾德王建文，那搞什么？哦，那我至少没有人这样讲我嘛。那个我们还是一路来。那你有没有发觉到说，现在要做的是说我买一档股票会买会涨，买会涨，买会涨。那宣德呢？哦，宣德你还是要注意哦。宣德也是在6月26号创高，涨了22.5%，好，22%。那我是不是告诉各位一档一档？最近我们在切入，因为你看的都是先前伙伴们做的股票嘛。那新的伙伴进来，你是不是看到伟全电？你是不是看到这档股票？我今天公开了，我今天公开来，公开就是因为我们的成本也拉开哦，4164的陈业一，哦，4164的陈业一啊。那未来在哪里？哦，过去是怎么样？未来在哪里？它的一个成长性在哪里？全部都在里面，全部都在里面。这个也是一样，跟各位讲在这里啊，有没有？第一档转强生医股，来有没有？4164的陈业一，4164的陈业一，来，6月19号一样大拉5.85%，4164的陈业一，有没有？6月20号稍微震荡，高点来到862，然后今天早上怎么样？今天早上直接拉到859，涨了5.01%，细扣一档。好，举个高表，它细扣一，好，举个高表，它，所以你就能够知道说，吼，原来股票哦，不用乱搞啊，你就是按照我们的一个规划来操作就可以了。那当然，最近我们帮我们团队的一个伙伴们，哦，伙伴们，拎东起棍的伙伴，我都很珍惜的哈，我只能这样跟各位讲哈，那也当然也感谢各位的支持了，有时候那种。感情哦是没有办法溢于言表哦，那伙伴们哦，交给我来哦，我会好好的帮各位好好的处理，你们放心哦。来，3068的一个煤磊哦，来伙伴们有没有低档有没有？这都告诉各位啦，6.26然后46涨了6.6%，几乎涨停嘛，有没有？44.65，
有没有？这个你就很清楚说哦，原来所有的规划我们都在做哦，所以所有的伙伴们没有问题哦，没有问题了哈、哦。我想现在只要把你的一个股票做好规划，你爱调进，你爱调进，我来帮你调进。好、哦，你的钱要传得好，我跟你讲，你的钱要放在哪位，咱就放在哪位。好、哦，咱就好好啊，把握这个夏天。好、哦，我觉得这个夏天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哦、那当然，今天的伟全店应该是因为今天盘面上还是很强的、哦、那当然它是其中最强的股票之一。我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样涨停板都是我的，但是只要我有讲到，我就会跟各位分享。好、哦，各位分享、啊、更何况这是我们实际在做的，哦、实际在做的、哦、你要注意。美国纳斯达克指数收盘是创高，收盘是创历史新高。如果你有去观察台湾的科技类股，科技类股的一个联动的过程当中，刚好现在台湾的科技类股刚好在所谓第三季的出货旺季，所以有很多题材你必须要留意，包含像什么？包含像我跟各位讲的2436的伟全电嘛，包含像所谓3068的一个美磊嘛，这个你都要注意。这个今天又那个有财经台又问我啦，我就跟他讲说很简单嘛，就是 mini molding chuck 嘛，然后 mini molding chuck 以后的出货是大增嘛，那国内的领导厂商就是美磊，所以一步一步来啦，一步一步来啦。我知道说现在很多的投资人，你看到今天又嘎上去，你没有跟我们一起，你当然不知道该怎么买嘛。你面对这个行情，如果没有人告诉你怎么做，我凭良心讲，你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动嘛，所以我们一起来，一起来，来，高空行情金金涨了，高空行情金金涨，那报告连涨，报告连涨，我不要天天罚站，不要天天罚站，我不要天天被嘎嘛，连集合场集合，连集合，我们有很多士官长都已经准备好了，甚至我还找了很多所谓的一个什么研究员，我都帮各位准备好了。那这些找出来的一个什么找过来的一个团队的士官长，就是要告诉各位，你现在该怎么做。你现在该怎么做啊？你说，我现在手中有很多股票啊，包含像什么？包含像所谓没有动的股票，可能有十几档、二十档。我要如何调整？我要如何把这些股票卖掉？我把这些股票卖掉之后，我如何把我的资金做给一个什么？做个有效的运用？哦，那我觉得那个很重要了。我想，那连集二场集合，我想这个夏令营，夏令营，然后那连长夏令营，大家就要好好把握，好好把握了。好，来，那我们再来回来看一些股票，哈，回来看一些股票。现在的行情你必须要注意一点，就是说整个一个规划的过程当中啊，我再来提一个观念，我再来提一个观念哈。我刚才提一个观念是说，最怕就是买的股票，你买的股票一直跌嘛，或者是不涨嘛，或者是说你空的股票一直涨。那我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好，一个观念，好，来，你记不记得4月25号的时候我怎么讲？4月25号的时候，我说调整持股跟布局标股同样重要，啊，调整持股跟布局标股同样重要。那合适大乱机会会大好嘛？那你现在要注意的说，哪里机会大好，哪边是新的主流？我问各位哦，那新的主流是什么？新的主流是什么？你有看过 i6 的相关的规格了吗？林志颖出来讲，他那只 i6 是样机，是真的。你知道规格是什么吗？哎、欸，这就重要的啦，投资朋友。我现在跟你讲的是真的呢。i6 它会有哪些新的应用 ？i6 新的应用出来之后，非屏阵营会不会跟着用？新的观念出来了、哦。它的主流在哪里？你要掌握嘛。那主流掌握出来之后，既然这个大盘是没有问题的，既然这个大盘是没有问题的，你现在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啊。就是我常跟各位讲的说，如果你面对这个行情，你没有办法去掌握到对的股票，帮你做对的规划，其实你真的要好好想，因为该飞在天上的时候，你就是要飞在天上。你不要说自己要沉在地板上，你自己要在那边，想东想西，然后哦，花了很多心思，啊，唔知个几咧冲啥。你要跟我们同行，跟我们的伙伴一起，我觉得这比较重要了哈，因为总不能说
我今天就跟你讲的股票今天创高了，然后你会觉得说就不菜就不菜就不菜，这档股票你也要注意啊，无线充电线圈部分啊，还没有开始引动，只是在震荡啊，这股票你也要注意啊，4944的兆远，这个都在我的口袋名单，但是我还没有动，有的我已经动，有的我还没有动，你一定要什么？你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指示来嘛。看节目，咱来看美甲；看老师，咱来看一个老师有内在有灾情无？好，不要不要，很可惜啦哈。来，节目最后还是要鼓励一下大家啦，我想还有很多产业的消息在跟各位分享哈。来，大家到顶加油哦！大家到顶加油，大家做会成功哈。重点是要成功哦，重点是要成功啊！来，连涨行情报告连涨，我们不要天天罚站哦。连集合场集合，很多士官长都已经准备好哦，帮各位服务了哈。那你该怎么调整持股？你该买多少张股票？你该买什么股票？我们都会专人告诉各位哈。那这是什么？超值的连涨夏令营，超值的连涨夏令营。那希望各位能够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啊，利用广告时间报名我们的连涨夏令营。那你这个夏天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也不要有任何的遗憾。欢迎各位跟我们同行。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像成功者一样思考，像成功者一样品味生活，双合为一，温泉至臻刚实地标，一元一院一温泉，双合一品院，2246-9588，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用心的投顾，固德投顾。饕餮永思思，美国进口原料，最新 PEACE 认证通过。会退休，会止疼，思思解痛加强定。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也是门良心的事业。固德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专业的投顾，固德投顾。饕餮永思思，美国进口原料，最新 PEACE 认证通过。会退休，会止疼，思思解痛加强定。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别失意，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挺你的投顾，固德投顾。运动健康要愉快，要多吃3A鲔鱼块，有优质蛋白质和3A鱼油，轻食。